你们是不是偷偷在拆包了，还是怎么样的？又梦到，每个人都梦到这样，太夸张了吧？先把中间的解决掉。妈祖托梦，看他们每个都在妈祖托梦哎，正大光明拆包，好，那期待一下秦皇回归那一天。我怎么有预感我要挂了？哦，手敲八打的是吧？第四只可以换铁扇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第四只对，第四只可以换。萨斯姆随便换，我不真的不知道塞谁我才带他的。留一两个魔蛛珠好了。基层好像零难度过，真的吗？我想一下，他这个变身后的二技能是转按强化珠还是按珠而已啊？这边先带走他好了。蝶母珠直接开咒。萨斯木还可以拿，就是要抽自家的卡夹。哦，转暗墙嘛。嗯，那这边先合体。哎，靠背开错了。算了，就这样好了。然后不要左右起手，把暗墙化珠滤掉就好了。尽量留个魔竹珠。哎，卡一个光珠到底是三小意思啊？什么鬼？这个版面正常一点，好。算了算了，直接转好了，直接转干爆他。这样就好了。新珠应该消一消也不会死吧？龙科让你死啊！基层随便组，正常队伍都随便过。对，只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队玩起来差强人意。对，你看关卡要做的那么简单，这个新的一趴才有办法。有机会通关的吗？本真的很痛苦啊！好了，下面一位了，第四关。我们终于打到这了，到底左下角起手。Oh fuck！ 等一下，我得冷静一下，这边可能会挂、欸。哦，发完了，是不是死了？我想应该是死了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应该开那个，哇、哦，没死，三小，好扯哦，应该先打中间的，然后我刚应该进场，就先开那个班比较好。哇，差点原地往生。他这血量是算刚好的吗？版面剩三小，这版面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下一关命悬一线，灼热地形。OK， 加二十的重要性，没加二十，我现在就重打了。
在灼热地形，听说这个护盾好像可以挡灼热地形，哎，听说的，来试试看好了，但还是尽量不要削到那个该死的灼热，我们就削半边就好了。应该不会给我添加灼热地形，还是？哦，可以哎，好神呐、啊，做球，网杆。七 combo， 轻轻松松啊！他故意要给你降哎、欸，对啊，做效果，官方在配合做效果哎、欸，好扯！先炸你一顿爽的，跟你讲啊，受死吧！应该差不多了啦，轻轻松松。我跟你讲，新的那个一趴，要不就有铁扇，要不就有吕布，没有这两个基本上很难玩。有的话轻松很多，赞各位。奇怪，这是一个 bug。大家有知道我刚才最后触发什么 bug 吗？我先不说，看聊天室有人知道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你们知道，这应该队友动态造型跑出来了。